就是高中学生今仔日也做伙来体验科学赢游戏，实际体会科学的原理。学生期待借由趣味的科学游戏来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。我们学校哈今年特别举办所谓科学闯关活动，那透过各种的科学游戏，让学生从事实际的体验，由活动中、游戏中去体验到科学的原理跟现象。那我们让全校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啊来进行闯关活动。那从学生的活动中当中，也确实好了解到很多的科学现象跟原理，他们也都表示非常的高兴学校办理这样的活动。除了支持这项科学活动的家长会人员，也希望用活泼的方式，让学生来学习科学的原理。希望呢，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不要太死板的是教学的方式，我们可以有很多活泼的方式呢，来让孩子呢能够从学习中、游戏中学习，能够呢这样的学习方式之后，再来把他的课程呢做融合，这样的话学习会更有效果，更应该会更精进。就伫高中这项课外营的活动，拢总有十项游戏，每一项拢有专人解说甲指导，参与的学生也确实耍甲真趣味。不用出力。轻轻的就好。那你的手比较粗吧？来，你们两位。很好玩，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更多有关科学的那个知识。那你觉得哪一款比较好玩？应该是这个吧。它就有一个是每个人围一个圈，然后就只要打一下，然后全部人都会被像被电到一样。根据了解，就是高中的家长会长林妙玲原本是物理教师，所以对科学教育真重视，希望家长会支持，会当让地方的学童建立良好的科学基础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